今天这菜有真头子了啊！小八鱼炖那个土豆条，梅菜扣肉，我得先见了一口。乐，我给你买上啊！啊，这别做靴子了，天天买做靴子。先来点菜，搁表面，完再来两片肉啊。这肉真香，夹完了。你也快给我做血了得了。哎呀，加点头啊。办张菜，二哥。哎，我办呢，你办吧。我办。好。嗯。倒了就行，我办。嗯。够了。这俩正好啊。嗯。嗯，就是这样啊。现在辣椒就是没有不辣的，是吧？个儿辣。再过一天更辣了。到时候了。这鞋子没事，这鞋子啊，能吃。胖乎的哈。嗯，胖乎的。二哥，你吃这是啥呀？这个辣酱可辣。辣酱呀？辣椒。我还以为是蒜呢。就那海南那种灯笼椒做的。嗯。我上海滨了吗？回来趟我拿的。这灯是好吃，是不是？马上搁点扣肉啊。嗯。那扣肉里的那个梅菜好吃。嗯。来，你尝尝。一般吃不了这个，麻了。装辣我爱吃。嗯。来吃不厌的还是黄瓜菜。天热吃的正。嗯。再给我来点饭。好嘞。嗯。热不热？还行啊。嗯。小鱼。这鱼一是好吃，二啥你知道？这鱼没刺儿，刺儿。唯一个缺点就是熟了熟了，你整那么热吧，就是太热。这天就适合吃冷面啊，吃冷面。那啥，没有。嗯。不是咱俩好了，行不行？行，嗯，下班住。过嘴凉麻的啊，嗯，有一会儿腌点葱油。行。二哥，这胖茄子和那个小瘦的茄子吃口感咋的？最好吃。我没可吃过那个汤。等我拿这来说，我给你烧两个，我就吃不多少，咱俩得了。老太太，这样鞋到底好吃吗？我说好吃。哎呦，两盘。味儿不腻哈。一点都不腻。走开吧。好嘞。嗯。这你说下多大力气啊？这还煮啊？年轻人都没吃过你。嗯。年轻人都没吃过你。这是经典的，泡了黄汤。哎，再见。